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呢，大家来参观一下尔湾公司在尔湾的东木小区新开的盘 Fresco。 Fresco 呢，开盘大概一个月，一共有三种户型，都是四房的设计，是200多平米、2500尺左右的房源。那它一共有三个户型。东木小区呢，于2016年建立。那刚建立的时候呢，东木小区一共有6个子小区。那东木小区最出名的就是它的学区了，它位于北木高中的东边。那它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呢，都是将近10分满分的学区，堪称为尔湾最好的学区了。那么东木小区这边呢，它不仅是学区好，而且交通非常方便，进商圈、进超市、进华人餐饮、进尔湾很多的地方。那边呢，无论是房子的出租还是转售，都是非常的方便和便利的。好了，现在就跟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吧。
heart and set it free.